所以我先打王者，先不要理他先，然后再看他打几场，我就不要理他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定堵篮的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道。又回到这个熟悉的场景，这一个房间，来，我们来秀一下。又是 Pain 的味道。OK， 等一下 ，Jasmine 呢？他出去买一点东西啊，我不懂他买什么东西啊。然后他又不敢驾车的，哎，没办法啦，只好尽我这个24孝男友，嘿笑而笑啦。我尽我的责任去载他去买点东西啦。然后我就突然想到，如果啦他买东西买到一半的话，我把他一个人丢在商场里面，他的反应会是怎样嘞？因为我跟他出去买东西还是不久我乱乱跑了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呢会找一个理由借口离开他身边，然后这个一离开是离开一段时间的，然后不懂他的反应会是怎样。OK， 所以就等家里面冲完凉啊，弄好了，然后就出门了啦。Let's 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道，我是 Jasmine。OK， 今天呢就要拍一个比较日常的 vlog 啊。因为很多人讲很久没看 Jasmine 了嘛，然后就想到今天有刚好出去买东西，就想说拍一个 vlog 这样子啦。OK， 现在你要去买什么？去买奶茶，看到吗？女生有了出门没有钱，第一个就是买奶茶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就转去那边 ，Let's go。啊，又是喝奶茶的日子，哇，好的，你在那边。哎，对，那边讲嘛，你看，来，开心的奶茶，大杯。哎，放在我姑姑家这边有点冷呢，喂。那你放那边。我没地方家住啊。OK， lady first 先喝。What？ 是 lady。看不出咩？还有我姐妹。啊，走啊！买东西哦，快点买，快点回哦，不要等在外面那么久啊！啊，现在来到苏叉这一边了，给你们看这一条街，全部店很多都不可以开。很夸张哎！夸张，真的，这个疫情真的是太够力了，那个病例又不下，哎，很想念以前每次来这边走走看美女那些日子。看帅哥的日子，那我们那时候看帅哥美女日子，现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现在看照镜子，自己看自己啊！啊耶！来买东西，要买什么？什么？啊！你要是看那个美女面，你要的话，我买一个黑小牛奶啊！然后买。小姐，你是看到鬼吗？然后买。我哎呀，你老板嚟喎！看这好去买。等一下，我是时候呢，我要找个机会离开他的身边了。接下来拿个东西给你们讲一下啦，不然在身边难讲哦。所以我就跟他讲了，哎呀，肚子痛，我上个厕所。哎，啊，对，哈哈哈哈，买 cheese， 买 cheese。啊，你拿住一下，拿住一下，你上厕所，肚子痛。啊。OK， 现在我呢已经支开他了，我要去厕所里面躲一段时间。OK， 现在在厕所这边，所以现在呢我就一直躲在这边，我们接电话打一下王者啦啊，等他找我的时候我就不要理他。现在差不多是6:12，我刚才躲到一个，看接近一个7:00这样子啊。打了有，他打了有没有理他？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了，该打有没有去借，所以我先打王者，先不要理他先，然后看他打几场，我就不要理他。我跟你讲，一定堵篮的。喂，冲冲冲！啊，丢桶了。而且我一死两痛啊喂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打了一个排位，结果输掉鸡蛋糕，我是爆点什么？队友真的是啊，哇啦，我也走不了。又打了呀！啊，我也不忍心哎，好的吧。我也不忍心耶。他在那边打了一场王者，他要打两通来了，现在已经6:41了，哈哈。那我要去做什么呢？啊，我要回车喝点奶茶先。谁理他哦？自己在里面那么逛啊。走啊走啊，回去喝奶茶先啊。上车喝奶茶喽。哇，有个隔壁带。啊，
好像有点暗呢。开灯，开灯。来，我们啾啾一下，喝下奶茶先。爽。我做什么呢？其实拍这个也是有点贱一下呢，把它丢在商场，然后又不把它做什么。我看我应该是要打一场王者先，不过没有灯啊。OK。那王者。噔噔噔噔！哇，对面的英雄，嘿，还难得打我咩？不怕神一般，打来呀，就打来呀！红色的巴登跟他喷下去，王者，哎呀，要抢我的野啊，大佬，我发育的，喂，这么勒住？我一团你看打来啊，死掉了，红色的巴顿跟他喷下去，喷不到，放掉了，放掉好了，不要抢我的野大佬，我是刺客啊，你这么不要手捏中路 Hello 那个鸡蛋糕啊。来团打，来 come on 过来住，喂，人家打出来给我打来，我输掉。啊，这个红色的，嗯，应该在打团，你给我打来。我记得很犯贱的，哇，老魏，把人家丢在里面打排位啊，这么怪啊。哇，打一蹦多好痛啊，我嘞，死了死了死了，鸡蛋糕。他就打来了。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看给他回去啊，要几点了？我老魏又打多一场，我掉下先。我要死了。7.07好啦，喂，哇难的，我把他丢在里面一个钟啊，抓抓抓抓抓，去找他找一下，跟你讲啊，这一定很被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哎，现在我要去找，我有点紧张，很慌，我不好在那里，他又打来了，打来了你先，跟好短脚遇到，哎呦喂，你大便了？大便可以大一个小时，肚子痛吗？这么打给你不要听哎，你大便了？我怕电话掉进马桶里面。我等了你一个小时嘛，你可以蹲一个小时，你的脚不会酸不会麻。我厉害嘛，这东西是不是？我也懂，我进去找你就搞白了。一个小时嘞，大哥。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回来了。到底是在拍什么？为了安全起见，你等我影片上哦。OK， 所以哦，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脚，哇，这不要理我，好了，不要开心了，那跟我们讲拜拜，拜拜。